伊拉岛威士忌是一种产自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单一麦芽威士忌，产地为位于西部海岸的伊拉岛。此地区威士忌的风格多变，常见的口感为带有明显烟熏与海盐味，而威士忌酒厂会根据地理环境、气候与制程等因素调整出不同的风味特色。伊拉岛威士忌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世纪，当时威士忌酒厂开始在伊拉岛上生产烟熏风味的威士忌，利用当地丰富的泥煤烟熏大麦芽，赋予威士忌独特的风味特色。目前在伊拉岛上生产威士忌的酒厂有多家，包括了 Ardbeg、Lafroig、Glengavulin 等知名品牌，其中 Ardbeg 威士忌的酒精度数高达 46% 左右，且口感非常烟熏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伊拉岛威士忌的风味独特是因为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造成的，再加上制成的烟熏特色使其风味更加丰富，因此伊拉岛威士忌是威士忌爱好者中相当受欢迎的品种之一。